已经大鱼大肉的吃腻了，今天特别想吃这个火鸡面。调味料汁，一点醋，生抽，蚝油，火鸡面酱包，这个是灵魂。煎个荷包蛋，我喜欢吃糖心的。我打开了窗，要展翅飞翔，飞驰做天空放光，阿拉丁神灯出现，开给我三个愿望。感觉这个炒过的火鸡面比直接拌的更好吃，辣劲十足，而且带了葱香还有香肠的香味。这个是多味小汉堡，它是有三种口味的。现在这个应该是培根沙拉的。沙拉酱是甜口的，里面有土豆泥，有那个青豆，还有玉米，挺好吃的这个。金枪鱼火腿。里面还有生菜。火腿滑蛋，它这个面包体是偏甜口的面包，所以整体吃起来一点都不腻。自制火鸡面汉堡，哇，吃到后面稍微的有点噎，
好了，又是吃饱喝足超级满足的一餐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记得给小米点赞评论加关注啊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猛龙爆浆麻薯团子。
好了，我吃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